俊宣呢？佢翻咗学啊！你同佢讲，叫佢4点去垃圾站嗰度揾我。我同人开片啊！开片？系啊！你同佢讲啊，叫佢嚟帮我手。啊！开片啊！系啊！点解啊？系咪真系打交咁解啊？系啊，系黑社会术语嚟噶。佢话4点去垃圾站啊，唔好同津川讲啊。如果唔系，佢实会去帮手嘅。到嗰阵就麻烦啦。糟糕，津川，快啲快啲，上楼，喂，冇俾上楼喂。你哋打下嚟，我唔打啦。咦，攞翻个手表啦？系啊，佢还翻俾我。三郎俾翻你嘅？系啊，佢女朋友揾佢啊？照我睇就唔系咁样。特登俾翻个表你？我都知道佢实会俾翻你噶啦。佢个人好讲义气嘅。攞翻只表啦。哦。那个人呢叫做玉三郎，是津川以前的朋友。我想你们还是好朋友啊。是啊，在乡下玩到大的了。他的人粗鲁一点，但都挺好人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流民打交，有人用刀刺我，他竟然挡了个刀。他现在手架那里还有一拉的。上次如果不是他救我，可能我已经没命了。他仲是你的救命恩人添。是啊，他是我死党嚟噶。好，嚟过。好，阻住。做咩啊？咩事啊？三郎佢啊，佢叫我话你知，4点佢约咗人去垃圾站嗰度开片，叫你即刻去帮手啊！开片？三郎咁同你讲？点解你唔早啲话俾我听啊？发生咩事啊？咩叫开片啊？即系打交。我打电话俾新老，佢叫我千祈唔好话俾津川听。不过第日俾佢知道咗，一定会嬲死我，所以我唔可以唔讲。喂，新六，三六，俊川，点样？你终于都嚟咗。嗰班人呢？你肯嚟帮我？喺边度啊？仲未嚟嘅？
佢哋唔会嚟嘅。点解？根本冇人开片。乜话？多谢你。多谢我？多谢我咩啊？我仲谂住你实唔会嚟帮我，所以我咪顺口同钟谷讲咯。原来系咁啊！呢啲吓死我啊！点解你要嚟帮我？你而家系个大学生。不是以前的流氓，现在个个人都已经全部变晒了，我想你都不会例外，为什么你仲来帮我？个个人都变，但是我不会变，因为我是俊川啊！无论这个世界变成怎样，我永远不会变，听清楚没啊？投げた小石の放物線の奇跡の上で通り過ぎてきた青春のかけらが飛び跳ねて見えた。その照り返しをその頬に映して